不许拍，不许拍，不许拍啊！先把钱给我。是威廉。我天！还是人吗？为什么把灯打开？先把钱给了吧。好吧。领导，来，我找人，咱先把钱那个款付了。先赊账。赊账啊？赊啥账啊？我怕被赶出去啊，真是的。对，那是给我们演员本人的这钱。